安全带是给他脚车手，后舱的空勤也有，是由前面那个压力减去这个压力，获得飞机的速度。还有我们上了很多的课堂，跟教官了解救生员的安全性。小孩、妇女，我们先救，在水中，他害怕，他要抓住你，是不是？你要怎么办？拍他，冷静一点，我救助。从基础的一些简单的救援知识，还有一些他们的理念。救生手是在这个位置站着，还是在这位置坐着？最主要看明天上飞机，只要他们一上飞机，我就能看出来今天下午接触了多少。觉得有很多东西都是专业的，对，需要了解一下。